几位同学仔嚟到 OAP 实习，即刻收到重大任务。你哋就会帮一个节目剪一条30秒嘅宣传片，需要为动物健康资讯节目制作宣传片。吸近，我斩个斩吉机，好吸咗先。最后成品仲会交由监制同导演评分。我看到同學仔真的有熱誠去做呢件事。傳媒初體驗種子教育計劃，星期六下午6:20，港台電視31。